我们一起去旅行好不好？去蓝天集团的私人别墅。何云小姐做了很多准备。李秘书，你也紧急的去问吧。我用一一报告。寻人启事，寻找人格公寓火灾。好耳熟，殷可元的妈妈就是在那过世的。该不会这个男人就是殷可元的生父？灰姑娘与四骑士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；晚间8点，东森综合台。